陛下，牧童与礼服已备好，请您沐浴更衣。慢着，寡人料到神族使者会早到，今晨已沐浴过了，只需净手净面更衣即可。是。不沐浴了，和暗号卫线慢慢定时还未到祭坛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这地方才为何如此光滑，像冰一样？陛下，这无恙。许是陛下头几位御精力不济，陛下可要稍作歇息啊。使者都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净手更衣。是，快，好，来。仙君稍等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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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这闭什么下，装死！哎呀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别动寡人，别动寡人。见过吞帝。见过仙君。吉时未到啊，吞帝夜已驾临，为民祈福之心真是日月可见呐。是啊，我寡人仰慕神族祭器已久，想尽快瞻仰神器。这也罢，既然吞帝有命，小仙自当遵从。有劳仙君。不是应该握着萧敬平静心祈祷吗？吞帝，您忘了，祈祷之前要先焚香啊。寡人怎么会忘？只不过这些繁文缛节，不要也罢。这怎么会是繁文缛节呢？